还有呢，红叶，您考虑清楚，这笔钱要是赌输了，封翼龙恐怕就彻底垮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叶永成要去打拳赛了。好，一定要赢。 走走，嘿，走，哎，叶永成，这是红叶让我送来的。哎，这是我们风雨龙独创的补药，可助于你在短时间内提高气力，这是练武之人必备的。包谢谢红叶。 叶永成，来跟我走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跟我走就是啦。有好东西请你吃，快走。我妈软了他，让他输掉，让我宝贝女儿死了这条心，早早掉掉金龟婿。 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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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我了！你又干什么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我给叶永成送凉茶。我也是，我也是拿凉茶给叶先生的。那你自己先喝口啊。你先喝。还是你先喝吧。那我们自己喝自己的。 喂喂喂喂喂！我们为什么要喝？对呀、啊。
心里有鬼的人又不是我们。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啊？嗯，这个红爷呀，不许他手下的人出面，却叫叶永成去打擂台。谁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哎呀，我是冲着珍妮呀，要不是珍妮喜欢我，我是怕珍妮伤心。如今叶永成要上擂台，你说是怎么办？哎，所以我们就拿这个换这个。哎，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拿这个换这个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是这个换这个好玩。这个。哎呀，这个。这个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到底是哪个是哪个呀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了。要不你都尝尝。好啊好啊，你试试啊，你试试。我还是你试好一点。哎呀，你试好一点啊。你试啊，你试啊。哎呀，不那大家都不用试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排除法，如果这两个都没事，屋里那个就有毒啊；如果这个有毒，那屋里那个就安全了。先试试这个啊。好啊。不对呀、啊。再试试那个。是啊，有毒啊，果真有毒啊。叶永成那小子遇到了我们，算他命大。是啊，你拿着，我处理一下。怎么处理啊？别搞乱了。哎呀，好狠呐、拳击手罗伯特·帕丁森，有请咏春叶永成。性命在你身上。哎，你还顶得住吗？没事没事。哎，顶不住就别打了啊！没事。来，哎，擦擦汗，擦擦汗啊，擦擦汗啊。是我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了好了。为什么给我下药？
叫你拜了陈华顺做师父，活该倒霉。你输了，我梁璧会上去打，代表中国人打败洋鬼子。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还好你没断手断脚。来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怕什么？昨天晚上帮你擦身子的时候，全都已经看过了。多少人想给我看，我还不乐意呢。玩的，昨天晚上给你换衣服的是梁胖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昨天你怎么就突然倒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不，什么味儿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对不起，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？在擂台上，他们不会让你赢的。这里是香港英国人的地盘，就算是陈汉强也没戏，他们会想尽办法让你输。陈汉强是谁啊？澳洲华侨，世界级拳王。2019年，他在澳洲国际职业拳霸赛一拳击倒当时的澳洲拳王 KB Jack。你怎么知道这些啊？哎呀，还不是为了你专门去打听的。
只是没有想到他们把药放在毛巾里。放在毛巾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珍妮，如果一个你很相信的人却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哎呀，没人想害你了，是你想多了。在擂台上的时候，我突然头很晕，身体的力气好像一下子就被抽空了。哎呀，总之捡回一条命就好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再去了，太危险了。不要下疑心。总之，你活着比什么都好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，不管你能不能赢，不管别人怎么说你，我都会把你当英雄。你不要再去了，啊？是我想多了，你别紧张，我不生气，只是有点难过。他们侮辱欺骗的不是我，是中国武术。师傅，该喝药了。风翼龙过不了这一关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我现在身体不好，你们有什么好办法？这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呀，师叔，你们这……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谁的肩膀能扛，风翼龙的明天就是他的了。你们看着办吧。师傅，不急，好好想想。拿我的刀枪药来！红爷出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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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爷出门。哎呦，喂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没人害你，是你技不如人呐，你技不如人。我肯定是被人下了药了。哎呀，你是被打懵了。那我问你，当时你是不是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呢？对呀。哼，哎，我再问你，你的师父是不是陈华顺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从佛山来是不是？那佛山那边自称会咏春的还有谁？只有陈华顺呐。哼，他教给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咏春，而是三脚猫的功夫，所以你才会在擂台上被打得那么惨呐！仔细想想，明白了吗？我不相信。哎呀，这个骗子这样害你，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呢？我绝对不相信师父是你说的那样。陈华顺根本不配做什么师父，他打着咏春的旗号招摇撞骗，你知道吗？请不要再说了，梁斌。嗯，你知道我的名字？码头上只要随便一打听就能知道，从佛山一上船你就一直盯着我，到了香港你花钱让包工头李三买下我，你还花钱给我交房租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好得有点不正常。直到刚才你说那番话我才明白，你想诋毁我师父。哎，哦，原来你一直都在装傻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。我不是装傻，我只是不愿意把人往坏处想。被下了药，肯定只要倒下认输就没危险啊！你我包租婆都是好人，可你却硬撑着不倒下，差点被打死，这可怪不得我们。
你就不知道那些坏人一肚子的坏水儿。你别看着我，坏人不是我，是红九山。他先把你捧得高高的，夸你是咏春高手，让你飘飘然自以为是，哄你帮他打拳。大家都以为你会赢，但是他压你输。你打输了呢，他们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。你中了他的计了，你被红爷给耍了，都是红爷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死胖子，我怎么会让叶永成输？你为什么诬陷我？又在搞什么阴谋？哎呀，红爷，这个人是个傻瓜，他被你利用，我可不傻，我早就看出你红爷里外两层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敢说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其实所有事情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为什么？就为了四个字。什么字？东亚病夫。我要把他拿下来，我要让他消失，要让后代子孙再也看不到这四个字。所以我不能倒下，即便是死也要站着。哎呀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洪九山，什么？你踹寡妇门，你掘寡妇的坟，你真是黑了心肠。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呢，还给你生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你都不认，你害得我带着她去改嫁。你快看看，看看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爹。爹，哎呦，怎么管他叫爹？哎呀妈，你又来了。我跟我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你就是想给咱们找个靠山，你也不能说我是你老前的女儿啊。是啊，你离开我一年半，怎么可能生出，哼。真是，你看，好，就算你不认这个女儿，可是你也不能害你这个女婿呀。哎，女婿，你做事情太过分了。你拿的那个药啊，我已经把它倒掉了，可是我防不胜防啊，你还是下药给他。我告诉你啊，他要是死了，我女儿怎么活？我女儿要是不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要是不活了，我也拉着你一块死去。走。什么？你把我送来的药倒了？当然倒了，我把它换成了凉茶。不信你，你可以问他。是的，是的。你们把药换了？是啊，我们把张猛送来的药倒了，就倒到后院里。哎呀，我送来的药是大补药。你们前两天我看见梁胖在包药，梁胖不会是你下了药吧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包的是凉茶呀！我在药房上班，我知道，我认识。你用的是合欢、皮野交藤、酸枣仁，这些都是镇静催眠的。你这，哎呀呀，那是因为我睡不好。啊？哦，你，啊，你，你，那天你也拿着一罐药到了他的房间。就是你，那我们就把这个，把它换成这个。喂，拿这个换这个。哎呀，不，这个，这。哎呀，这到底谁是谁呀？全乱了。你，就是你。那天你故意把三罐药换来换去，你是把我给弄糊涂了。可是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，留在他房间里的药罐就是你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哎呀，我知道你要去换药，就打算把你换过来再换回来，没想到正好碰上了。可是你后来根本就没喝，这可不关我的事啊。你没喝？我没有喝那罐药。看，我说吧，我根本就没有害人，不关我事。但是你把药放在了递给我的毛巾里面。就在第一回合，我休息的时候。你还顶得住吗？没事。顶不住啊，就别打了啊。擦擦汗，擦擦汗啊。我。我不就是，我没有想过害你，我只是想让你输嘛。你好卑鄙呀，梁璧！你还好意思讲？你不叫你封一龙的人去打你，你还……这不好意思啊！别打，要打就打死我！你为什么护着他？因为他是我男人。你说你爱我，
又说要为女儿负责，你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我真是爱你。可是红爷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这码头上最大最大的坏蛋，你让我怎么爱你？怎么爱你啊？还有你，梁胖，你像个男人吗？你以为我真爱你呀？啊，是，我是真爱你。可是你像个男人一样吗？有本事你跟他打，比试比试，动手啊！比试比试。你不管我是啊，他这都是他，不关我事，闪开！这真的不关我事啊！不关我事。方一龙，红九山，会一会咏春败类。哎呀！算了，不跟你打了啊！嘿，别走啊！嘿，两臂和师傅师出同门，身形步伐却不是一个路数。劝我爹不要收你为徒啊，可他执意不听，结果才犯下了大错。陈华顺，三圣堂在你手里毁了，你是咏春的千古罪人，你不配传承。好，我接回来。不行，你没有资格，你没有资格继承师父的衣钵。你还有资格说我？如今你看看，三圣堂已经被毁了！哎，毁了！你不配学咏春，你不配教咏春，你不配学咏春，你不配教咏春！爹，你在天有灵，咏春拳一定不会绝后。我答应你，梁璧不会让咏春绝后。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。你想好了？我想明白了。为了风玉龙的明天，这件事情让我来扛。这个事，这个官司，我找人帮忙，顶多判三年。你还年轻，到时候还有作为。这些钱，你就拿去。你想做的事情，你就安排。谢谢师父。去吧。哎，我也不想
哎，没了。刘同，什么？是。哎呀，来来来。哎，玩的好好的，干嘛去了？干什么？啊？给你。真是。什么呀？看你什么？行。狗王，哪来这么多钱？珍妮在哪里？啊，好像在咖啡厅。好。哎，哎，你到底玩不玩了？你快点啊，等你半天了。真是来了来了，来了啊！哎，快点快点！来了来了。干什么呢？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！哎呀，来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到了，快点！臭叶永成，烂叶永成，约你喝咖啡到现在还不来。珍妮，珍妮。戴上。干嘛？拿个玻璃哄我？钻石？我已经跟你妈妈说了，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娶你。凭这个我就嫁给你啊？我不是原来的张猛了，我是风翼龙的大哥，以后的风翼龙就是我的了。你是说梦话还是理想啊？不是梦话，我说的是三年以后的我。我不信。是红爷亲口答应我的，他为什么答应你啊？这你不用管。珍妮，你把戒指戴上，三年以后我一定让你做我的女人。哎，不要！珍妮，珍妮，你听我的，你先戴上啊！哎呀，你先戴上！不要！你做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叶永成，喂，我其实刚才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张猛，我才想起来，你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我不要，拿去！我不要，拿去，拿去！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妈，你们两个在搞什么呀？你问他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嫁闺女，我不是卖闺女。你突然拿这么多钱给我，不清不白的，我还害怕呢。张猛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说呀，你说呀。反正我不会去干坏事。好，你们想知道是不是？那我就告诉你们，风翼龙有难。我得把事情扛过去。现在你们不用担心这些钱来得不明不白。我有三年，三年坐牢的时间换来的。我用它换我心爱的女人，值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去坐牢？你用三年坐牢的时间来换？张梦，你别傻了，钱你拿着，拿着啊！我换来的不光是钱，是风翼龙的明天，也是我的明天。三年后，你们将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梦。What's the jury's opinion? The respected judge, after the trial, will make a conclusion. All we agree with it that
the defendant Zhang Meng has been found guilty. 律师，他说什么？他判你有罪。好。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说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丫头，去英国回来没几天，书白读了。刚才不是说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什么？刚才说判他有罪啊！对对对，判他有罪啊！判他有罪。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, the defendant Zhang Meng involved in serious crime. Now I hold that Zhang Meng must spend 20 years in prison. 法官先生有没有判错？他说什么呀？法官判你入狱二十年。二十年？怎么会是二十年？法官大人，怎么会是二十年？你判错了。判你二十年，看你说不说真话。红九山，你不交出码头，我跟你没完。二十，他判错了，他一定是判错了。这辈子是不是有点欺负主人？你的红爷没跟你说吗？我知道了。一定是你在陷害我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师父，师父！二十年。你早知道张某会被判二十年，你却骗他说是三年，对不对？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红爷应该想想办法。上次你说，码头的未来是年轻人的，武术的未来也是年轻人的，可是张某他要坐二十年牢，还有未来吗？你明明知道，却拿一个虚幻的未来给他承诺。你只是想骗他，替你顶罪，解决债务，是不是在你眼里？人都是用来被利用的。叶永成，你涉世太浅了。我只想你给张某一个公道，不要断送他一辈子。封翼龙的事你搞不懂，闪开。永生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看我姐啊。姐，你怎么样了？永生，叶问的情况你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。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叶问的信。姐，叶问在信上把他在香港的事情都跟我说了一遍，还让我把这封信带给你。听说现在到处都在通缉他。